摸摸你的狗头。早上6:40，现在吃了饭，洗了脸，准备去拉山车材料，拿了一副新手套。那我都该穿一个长袖的，算了。那边这个得啪啦全的拍过去。这个就是拉了的钢管架板，还有高凳。现在要去拉搅拌机，这个还好说嘞，是这个平衡车。小朋友的话，这个我倒没玩过。又来一个，它这个牌子还是奔驰牌的。我们县城都没有共享单车，他们这个收废品的从哪里收来收过来的？我还没在我们县城见到过共享单车，没想到第一次见竟然是被收废品的驮着走。现在也干完了，准备回去了。洗漱一下，洗把脸，待会儿就准备吃饭了。今天中午吃啥了？吃烧白。这个已经蒸好了，这是前天我妈过生日剩下的一盘。说一下，就前天我妈过生日的时候，因为有5桌客人嘛，当时确实也挺忙的，就只是胡乱拍了一下，根本就没法看，所以我就不放出来了。虽然呢看不到当天的场景，但是可以看到当天的菜。然后冰箱里还买了很多菜，准备这几天把这些菜全部吃完。今天呢就拿一点苦瓜和洋葱来把炒一下。先把这一碗烧白放在电饭锅里面热一下。苦瓜。洋葱，倒油，泡椒，蒜，烧水的苦瓜，盐，
这个盐菜就不吃了，这个盐菜吃不下去，把那个肉吃了。还有两片，回了三片。这个好吃。要不然就坐过山车，享受那种惊险刺激、头晕目眩的感觉，真激动！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天才厨艺，生活就要享受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